有很期待来看这个，有。那你刚刚看它之后，感觉它像什么？像月亮跟道士。刚刚看完这个日偏食有什么感想？就觉得很神奇啊，因为再来应该没有机会再看到了。今天台湾天文界最大的盛事日环食，在今天下午2:44左右登场，在下午5:25左右正式落幕。日环食整个过程从初窥到复原，历经约2小时36分。但你知道这梦幻的金戒指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吗？这就让专家来告诉你。日食的声音主要是因为太阳被月亮所遮住，然后就会发生太阳的盘面上面有黑影出现，这是所谓的日食。日环食是因为月亮跟地球的距离，它不是固定不动，它会有一个变动的范围啊，就是从差不多从36万公里到40万公里之间。当月亮比较接近地球的时候，就是比较近的东西看起来比较大，可是它如果今天是比较远的时候，它看起来就比较小，然后可能就没办法遮住整个太阳。这时候太阳的边边就会露出来，就是所谓的日环食。在金门县、澎湖县北侧、云林县南部、嘉义县市、台南市北侧、高雄市北侧、南投县南侧、花莲县南侧以及台东县北侧等共10个县市，可以观赏到漂亮的日环食。而不在环食带上的地区，则是有日偏食可以观赏。为了参与这次的天文活动，全台各地的民众都很兴奋。不管天气多炎热，民众仍顶着大太阳，在烈日下苦苦等候，只为了可以亲自目睹太阳化身为上帝的金戒指的瞬间，生怕没跟到这次的日环食，就要再等上195年，才能在台湾再次看到日环食。我们1点多到，会不会觉得今天很热？蛮热的，蛮热的。中午12点多就到，可能一辈子就这一次啊，还是热还是来。因为整个是太阳，然后整个不见，蛮壮观的。根据统计资料显示，日食每年约发生2到5次，每100年平均发生236.7次，同一地区平均每3年就可见一次日偏食。不过日全食可是要等300年才看得到一次，所以这次没办法亲自到场观赏日环食的民众，下次如果想在台湾看到，就要等195年，不然就要飞到国外去了。